首滑板鞋送给你们。有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时的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，要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我再次依然寻找，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见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，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月光下，我看着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推迟我的脚步，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果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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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自己打坐节拍，这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的舞蹈，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真的不是梦。一步两步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果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